挖了个坑，哎呦，坑，一个深坑。这天，男子出门并没有发现突然多出的井，直到低头看到，吓得手机都摔到了井里。狗狗听到声音后，便立马跑到井里查看，对此主人并没有察觉，提着一桶水就把井冲走了。挖了个深坑。你们感觉怎么样？要是感觉可以的话，在屏幕上帮我点一下。我现在准备把地清洗一下。感觉还可以的话，在屏幕上帮我点一下。那现在等下路人，看看路人看到会不会从这两个斜坡下去了。